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Chinese pot. That's the way to learn Chinese. Hi, you're listening to Chinese Pod. I'm Jenny. I'm John. John, 今天我们高中级课程要来编辑一张图片。Right, so today we're all about editing a photo. 哎呦，我编辑图片特别差。是吧？根本不会。But if you can do it, you can control the reality that people perceive. 对，我觉得这方面啊，有很多专业的用语。那今天我们的课呢，都会跟大家讲到啊。Okay.你好，现在忙吗？我想请你帮我处理一些图片和 Flash。好的，你说吧。这些图片需要处理成468x60像素的 JPG 格式，最好选择看起来清晰一点的字体，而且要能吸引眼球。好，没问题。图片颜色和亮度也要修正一下吧。这个你决定，需要的话加点特效、渐变色什么的。好，这些照片要做成大二寸的，有红眼的话要去掉，弄漂亮些。放心吧，让皮肤变白，去掉眼袋和黑痣，哈哈，对吧？你办事我放心，让客户看到我们的照片觉得干净舒服就行。就这些吗？还有 Flash， 我画了张草图，这个部分要做成动画，这幅画面消失之后切换成这幅。最后出现我们的广告语，背景要柔和一些，结构你看情况调整。图画我们自己选，对吗？对，得你们自己选。一幅主题是绝望，一幅是看到希望，过渡不要太快，给人留点思考空间。图画旁边要加旁白吗？ Flash 就网页这边的一小块，不要弄得太复杂，需要的话加点关键词，让客户对我们的宣传一目了然。背景音乐要加吗？这个就不用加了。你们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有什么问题再来问我吧。好的，我做完就发给你。那今天我们看的不但是图片，也是 Flash， 对吧？对 Flash， 其实我们通常就用英文啊，就叫它 Flash。对，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也可以叫动画 ，animation。对的，动的画面。那我们先看一下图片吧。好，那今天我们主要做的是图片的处理，对吗？处理。So 处理 is like processing or handling. To handle a photo, to process it. 没错。那处理好像也可以说处理，是吗？因为这个字是多音字，第三声和第四声，但是处理要读第三声。第四声的话是用在这个名词上面，比如说到处、处处。处是 place 的意思，对吧？没错。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图画，要把它处理成468x60像素的。对，这个乘就是那个 x。468x60 对，所以我们是用数学的语言乘，或者呢有的时候你也会听到别人说468x60OK， 跟英文不太一样。对啊，我们说 by， 非常不同哦，不是 multiplied by， 是 by。 它其实说的是像素，对吗？这个数字像素。 OK， so that's resolution。 对，像素低像素高都有，清晰度就不一样。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英文啊 ，JPG 格式。Okay, so we all know JPEG. 是一种 file format. 对 ，image format 是。那这个 format 就是格式。对，在英文里面你们都说 JPEG， 然后中国人我们通常都说 JPG。有人也说 JPG 吧，英文里面。都可以啊。对啊，反正都是同一个格式。那如果你选择高的像素的话呢，这样图像就会比较清晰。清晰，那清晰就是清楚，是吧？对。有区别吗？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清晰更加的书面，更加正式一点。所以如果谈到什么
什么数码相机，对，什么都会用清晰这个词。嗯，电子产品啊。那清晰呢，除了用来形容图像画面以外，还可以形容声音，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听这个播客 podcast， 嗯，然后声音是非常清晰或者非常不清晰的。清晰的应该是 premium subscriber audio 是吧？对，高清版。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吸引眼球。吸引眼球，吸引是 attract 对吧？嗯，然后眼球 eyeballs 很奇怪，应该听得懂对吧？ eyeball attracting， 嗯，就是很引人注意的意思啊。我们说 eye catching， 中文实在是太 graphic 太直接了。嗯，那么说到这个图片的话，肯定要谈亮度。亮度，嗯 ，brightness， 嗯，当然，今天我们说的图像处理啊、编辑啊，都是要经过修正，修正。So that's like corrections or to correct. 对，就是修改到一个比较好的标准。嗯 ，OK。那么另外我们可以加特效是吧？对，就是一些特别的效果。Right, special effects. Photoshop has tons of them. 嗯，其中一个就是渐变色。渐变色，那么这个是 color gradient 对吧？对，因为渐呢就是逐渐的慢慢的意思，慢慢的逐渐的改变的颜色。 Yes, slowly change.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个稍微有点难懂的概念，关于图片的尺寸，有一种叫大二寸。大二寸 big two size。嗯 ，big size two 应该可以这样说。Okay. 那其实这个大二寸呢，是在中国经常比较普遍使用的一个图片的尺寸。Okay, so for these official photos, we have to get rid of a few things, right, to make them look good. 嗯，其中有一个就是红眼，红眼。啊，对 ，red eye。啊，然后呢，还有眼袋 ，eye bags。对，然后还有脸上可能会有一些黑痣，或者是痣。Just moles. 对的，我觉得这个人太要漂亮了吧，这些都要去掉，那就不是他了。Okay, so that finishes off our photo. So if we're going to move on to the flash,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诶，我们先要来看看草图，草图。哦，对，是从这个 sketch 开始是吧？对，草图的意思就是你刚刚说的 sketch。是手画的吧？嗯，手画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概念啊，叫做画面。对话里说，这幅画面消失以后呢，把它切换成另一幅画面。那么画面有可能是 frame， 有可能是 image， 对 ，screen， 没错，因为画面不是一个专用的术语。Right, so it's not the frame that you talk about in flash animations. 不是的，他说的就是一个 it's like what you see on the screen. 对，这就是画面啊。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个术语，叫做切换。把一幅画面切换成另一幅。So it's like switch. 嗯，对的。为什么不用换？因为切换听起来更专业，更好听一点。那这个电脑程序经常用是吧？嗯，对。切换。切换。要两个字。是的。嗯，那这个 flash 还要怎么改呢？背景好像要改一下啊，要把它处理得更柔和一点。柔和。那这个柔和就是 gentle, mild, soft. 嗯，对。Softer background. 是的，柔和。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其实都是调整的工作。调整。那么调整应该是 adjust, 对吧？对。我们有修正、调整，还有处理。是，这么多词，有的时候他们可以交换使用。They all have some slight differences I hope you've picked up on. 对。好，现在呢我们看一个概念叫做过渡。过渡啊，对， Flash 经常用这个过渡。嗯， Transition。 对，在 Flash 里面过渡很重要，在人生当中过渡也很重要。哎呀，怎么又说到人生了呢？那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 Flash 啊图片会有人说话对吧，这个叫旁白。旁白。 So that's like a narration or an aside. 嗯，是。那这个旁白有时候也配字是吗？没错，但是呢它一定要有声音，这个才能叫旁白，否则的话就光是字幕。 Okay, like narration, there must be a narrator. 对， speaking. 嗯，
好，那今天他们是在制作这个广告的 flash， 所以呢里面要有很多广告关键词，关键词。 Okay, so the keywords for the advertising campaign. 这个也挺容易理解啊。然后最终的目标是让客户对他们的宣传一目了然，一目了然。一目 ，so that's like at a glance. 对，了然 ，so you can understand it. 对，一目了然的意思就是看一眼就明白，就懂了。Very clear. 嗯。Okay, so we've got a lot of specialized terms here. Let's listen to it one more time. 好的。Welcome back to another installment of Chinese Pod Trivia. And the question for you is, for what test does Chinese Pod offer preparation services for? Is it A, the polygraph? B, the colonoscopy? C, the HSK test? Or D, the CAT scan? The CAT scan? Ooh, sorry,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e HSK test. That's right, Chinese Pod will thoroughly prepare you to pass this rigorous test of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hinesePod.com/HSK.好，现在忙吗？我想请你帮我处理一些图片和 flash。 好的，你说吧。这些图片需要处理成468x60像素的 JPG 格式，最好选择看起来清晰一点的字体，而且要能吸引眼球。好，没问题，图片颜色和亮度也要修正一下吧。这个你决定，需要的话加点特效、渐变色什么的。好，这些照片要做成大二寸的，有红眼的话要去掉，弄漂亮些。放心吧，让皮肤变白，去掉眼袋和黑痣，哈哈，对吧？你办事我放心，让客户看到我们的照片觉得干净舒服就行。就这些吗？还有 flash， 我画了张草图，这个部分要做成动画，这幅画面消失之后切换成这幅。最后出现我们的广告语，背景要柔和一些，结构你看情况调整。图画我们自己选，对吗？对，得你们自己选。一幅主题是绝望，一幅是看到希望，过渡不要太快，给人留点思考空间。图画旁边要加旁白吗 ？Flash 就网页这边的一小块，不要弄得太复杂。需要的话加点关键词。让客户对我们的宣传一目了然。背景音乐要加吗？这个就不用加了。你们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有什么问题再来问我吧。好的，我做完就发给你。Okay, so Jenny, to finish off this lesson, I'd like to go off on a bit of a tangent. 啊，你要跑题？对呀。你想到什么了？ Yeah, some of these words made me think of Star Wars.星球大战，对呀，为什么？ Well, a lot of these words relate to when Star Wars first came out. It did some things differently. 哦，有一个我可以猜到，特效。那电影里有非常多的特效。Okay, that's one. Another is like the name Star Wars, the way it was written. 哦，所以它是一个可能特别的字体。对。啊。What else?Also, cutting from scene to scene, Star Wars did some new things that hadn't really been done much in other movies. Oh, so it, 画面的过渡也是用很新的手法，对吧？对。这样你是一个星球大战粉丝。还好吧，喜欢但不是那么喜欢。但我觉得在美国或者西方长大的孩子，这可能是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电影哦。对，可以说是我的身份的一个成分。在中国大家很难理解。对，看那么多外星人和地球人打来打去有什么好玩的。对，有的人可能去年刚刚看过 Star Wars 是吧？或者像我从来没看过。你还没看了？没有没有，一部、okay. 一部都没看过。那不说了，我们现在真的跑题跑得很远。但是如果你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到 ChinesePod.comYeah, there's plenty of like Photoshop and Flash terminology that you could ask. 对。And our editors use them every day here. So if you want to ask, come to ChinesePod.com and ask. Okay, 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0977.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0977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0977.